少年说完，不理错愕中的黄青松，微微昂首，便是一只比金翅大鹏还要大上一倍的七彩云雀从远方飞来。众人见此云雀，骇然色变，都认得七彩云雀乃是皇家护山法兽之一，实力已然达到了渡劫中期，平日里都是幻化女身，连黄青松的面子都不给，而今天云雀竟然化身本体迎接这神秘的少年，可见这少年的身份绝非等闲。待少年走后，黄青松方才长出了口气。各殿长老不解，上前询问道：家主，此人是谁？为何连您也唤作他三叔？你们不知道？黄青松站起，收起那卑微谦恭的神情，老脸一紧，满笑道：老祖一生只有三子，我父、二叔皆为皇家效命，死于众仙域仇敌之手。他便是老祖的第三个儿子，三叔乃是老祖渡九九重劫前所诞下的第三个儿子。因为我父与二叔不幸早亡，所以老祖对这个儿子特别爱护。三叔出生的时候有七彩祥云降世，听说是仙界的仙人下凡，破例于下界收三叔为徒，并授予上古仙术。三叔参悟三年，便领悟这仙术的奥妙，随后八岁入泰州秘境，再也没有出来，于此已有近1800年了。1800年？众殿长老齐齐地倒吸了一口凉气。1800年，便与黄青松不相上下，这种天赋当真超然。而最关键的是，少年容貌非是用法力幻化而出，乃是真真正正的容颜，说明少年从27、8这个年龄开始一直没有变过。黄青松似乎看出众人的疑虑，目光中满是兴奋与羡慕的神采，说道：据那仙人所言，三叔出生便带仙体而来，本命有寿元无尽，是修炼的奇才，即便不能修炼也不会生老病死。什么？出生便有无尽寿元？黄青松郑重地点了点头，怅然道：凡人皆知我皇家有老祖一人，才能在众仙域占得一席之地，却没有人知道皇家还有一个天才，日后定然能够超越老祖。老祖修炼万余载才有大成修为，而三叔仅仅1800年就与我不相上下。这般天赋还真是让人嫉妒啊。大长老黄青林问道：那三叔他老人家要参加炼气大会，莫非他的炼气修为也不低吗？正是。黄青松没有隐瞒，说：72强兵你们都知道吗？众人点了点头。黄青松露出轻蔑之意，言道：李修都帅，南国双井，绿斗赵优，你们认为这三大空间仙器是众仙域最强啊？笑话，看见三叔腰间的锦囊没有？那才是仙人所赐之宝。据老祖言，此宝便是与那人的神兵也有一拼，那才是真正的仙界奇宝。
没看见三叔出来时只在乎炼气大会，却不在意陆尘吗？仙界遗落的法宝跟仙人亲手赐予的法宝是两回事，真正的法宝都是在仙人的手中经过不断的蕴养出来的，众人深知其理。对呀、这是为什么？那陆尘修为不低，青竹也不是对手，如今性命危矣，三叔他……众人不由问起。黄青松说，因为三叔根本没把陆尘放在眼里，就连他有三大元婴三具法体，在三叔面前依旧如蝼蚁。以我所见，如今的三叔便是大成之下毫无敌手，也有可能达到了大成境界。看着众人震惊的神情，黄青松的心情大好，马上说道，众长老速速调集人手，多派些高手去神魔星吧，三叔此次想必要一鸣惊人了，到时便是天妖巫童巫灿也要好好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跟我黄家作对，哼，早晚灭了乌合山。与此同时，赤炼星外，那81条黑火焰龙卷起了滔天的怒火，此火有着焚天之势，燃尽了灰云，灼穿了天际，一直烧到了域外星空。星斑满布的域外星空，大量的修士围着赤炼星惊呼长叹，这些人都是闻讯赶来的各方修士，好不容易杀到了赤炼星附近的几个修真星，却被人告知各大传送阵已经阻塞，更有几处传送阵因为各种原因而关闭。无奈之下，众人杀上了域外星空，而到了赤炼星外的时候，便看到那弥天大火已经把整颗修真星燃烧了起来，远远望去，举天焚火将赤炼星变成了黑色的太阳，没有丝毫涉足的可能，实力未达渡劫期者只要靠近便会被那冲天的杀念变成痴狂之魔。赤炼大地仍旧响彻着那惊天动地的轰鸣，喊杀声与嚎叫声混杂在一起，无不宣示着那惨绝人寰的战士。视线拉回至赤炼宗外，那数千里绵延的山脉也燃起了熊熊烈火，近10万修士于此地征杀，鲜血与汗水被不断升高的温度蒸成了暗红的迷雾，滚滚地卷入空中，此后皆是被那蒸灰的群龙化成黑红色的血雨，大雨滂沱。然却是那带着浓重腥臭味道的血雨，沐浴在这血雨之下，一阵阵爆炸声突兀响彻，以此身为中心的百丈之内，众修士无不骇然地停下手来，饶是那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从未断过，听在这些人的耳中却是有如空闻。时间仿佛定格在这一瞬，皇家余下弟子的尽数陨灭使得不少人为之侧目，而后便是看到那黑曜的光芒冲天而起时，一股弥漫于天际的杀念再度因为当中一人而无边扩散。杀杀杀，群山万古大地长河丛林，处处都是这恐怖的喊杀声。此声音的由来却是一个人，他虽没张口，但那阴魄一直在空间中环绕，手掷神锤的陆尘犹如石化，那笑声竟然发自元婴，来自元神，一字记之曰杀。地煞逆天境并非下界之终极，
若然想破虚飞升，必须领悟九重之境，将修为提升至18倍的运功速度，是地煞集中，也是天煞之始。陆晨心清目明，偶然顿悟间领悟出了上古煞道之仙术六字杀绝。六字杀绝共有六重：一杀封山，二杀断海，三杀撼地，四杀震天，五杀逆仙，六杀破虚。为凡界修大道之理，入仙班方才功参造化。那短暂的停滞后，群山轰然炸响，灰云席卷的半空再抹上一层浓重的黑雾，碎石卷地着尘沙飞上高空，形成无数庞大的龙卷。而这般龙卷在那唯一一条宽广的大河中卷起了无数水柱之风，此风之高直达天外。一字杀封山，陆晨双臂一震，杀神禁地领域蓬勃而攻，万山间便是那浓浓的黑，漆漆的黑，远比黑夜还要沉重的黑夜。重重杀机隐约荡来，陆晨的周身法力迅速被抽掉一空。陆晨见状神色骤变，没料到这上古仙术比焚荒灭世诀还要恐怖万分，只一字杀便要了自己几乎九成的法力，暗涌而来的恐怖杀机让陆晨顷刻间陷入呆滞。然而那六代殿主之魂的告诫与提醒却始终在耳畔回荡：杀一为罪啊。陆晨狞笑一笑，汝欲杀我，我反杀之，为何有罪？图万为雄。陆晨环视四周，看得黄青竹扶着秦老的书画二老神魂俱颤。为雄便图万，雄中雄。那股鸣音似缭绕心神，许久不曾散去。图尽所有，灭尽一切，便为雄中雄。我明白了。陆晨自顾自地点点头，眼望四周。那些武宗三族的人，除去天妖鬼宗赤焰皆想要自己的性命，那便反杀之，有一算一，有万足万，片甲不留。那就片甲不留，逆元星煞术。逆元星煞术，滴滴的呢喃就在那摄人心魄的神光下点点滴滴的道出，此言便是索命的魂音，一言出群修魂飞胆丧。那黄青竹悲愤的面容与听闻之下旋即变化，露出浓浓的惧怕。这逆元星煞术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据那些曾经在南斗城看到陆晨以一屠数千修士的散修们口中也曾听说，便是此技乃是一种上古仙术，一旦施展开来拥有无穷无尽的法力，饶是你实力通天，只要无法将陆晨一击毙命，也要被其生生折磨致死。而真正见过逆元星煞术的人，除了那些远远观望的散修，所有人都死在了封元星，死在了南斗城。此计一现，陆晨的周身抖放耀目的黑星光彩，此光化成一束迅速提升到了极致，便是丝光之尾也无法寻迹，一顿升天。此时的陆晨也颇感可笑，嘿，堂堂上古仙术逆元星煞竟然被自己用在一字杀绝封山上。但现在陆晨也毫无他法，大把抢来的灵丹塞入口中，需要一段时间来融入子府，化成真元法力，
要想维持这一字杀绝，必须用逆元星煞术来帮忙。不过这样也好，要想成为熊中熊，用逆元星煞术恰到好处。如是想着，陆尘放声狂笑，不顾那突变的九重地煞逆天镜带来的极大伤害，愤然杀入高空。黄庭竹，三念李修罗空洗妖雀。陆尘一口气点出数人的名讳，皆是武宗三脉在幻尘星域中的至强者，其神情之狂傲，逆道苍天。汝等欲杀我后快，我陆尘便让你们看看何为真正的杀念。封山！哦！陆尘口若狂泉，涌出杀念无边，苍山万国便是被其杀念笼罩。此际凡是被陆尘气机锁定的修士，尽是有种毛骨悚然的恐怖之感。一具具煞魔面具呼啸着从陆尘体内飞出，一字杀绝封山，并非真正的封锁万山，而是契机神识的修炼法诀。领悟出来，除非实力远超陆尘，否则永远无法逃出他的手掌心，端的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仙术。唰，口出颤鸣，陆尘化成黑光一束，骤然消失于场间。一名与妖宗修士对阵的天妖，刚刚力竭正闭目等死，突然有着一道不着痕迹、迅速快到让他无法预料的错觉猛然出现。待到天妖睁开眼时，那咆哮狰狞的对手仿佛定格一般停在自己的面前。砰！三息过后，天妖还未回过神来的时候，其对手轰然炸成了粉末。而当他望向远处时，这般现象竟然在短短的片刻间出现了不下上百次。那黑光的瞬尾一点点元婴法力甩成一条蛇形的纹路暴噬而去。大天散魔中寇九剑寒薄正与罗空血三念交锋，察觉到现场的变化，个人皆是分散一计从中退开。当几人分散于两旁时，看到那变化至灭世般的天象时，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身为渡劫中期高手，他们对杀念的察觉远比那些实力低下的修士来得厚重。这份杀机，便是现场十万人加在一起都无法比拟呀。哎呀，上古仙术啊，是上古仙术，快退！武宗三族群雄侧目，见状之下无不纷纷退避开来。正所谓敌弱我强，因陆尘一人展露的实力震慑了妖佛魔等几大宗门的修士，相反天妖鬼宗一脉修士气势如虹。原本还以为这般杀气如同入魔，担心敌我不分的共库和乌浩等人见势不由欣喜，反正也是杀了，倒不如杀到底。想到此处，共库招呼着手下鬼修哈哈大笑道：爽哉爽哉，给我杀给我杀呀，共库你敢？吃果激愤着怒喝了一下，他现在后悔死了，悔不该听信罗空血的鬼话，要是自己置身事外，怎能落到这步田地？肯看着魔佛一脉修士死伤无数，连逃都逃不出去，吃果恨得牙根直痒。你他娘的，老子有什么不敢的共库鬼袍一挥，大笑不语。就在此战，他专挑那些实力达到了合体后期甚至渡劫初期的修士的魂魄吸炼，几个时辰的功夫让他省去了近数十年的打坐调息，共库怎能不高兴？杀，给我杀！吃果无言以对，修真就是如此无情，强者猖狂，弱者可怜。
大战再起。而这时，三念李修等人一方士气大弱。黄青竹，你不是不死不休吗？陆某成全你，拿命来吧。陆晨暴喝一声，他的目标正是仇视最深的黄家。黄青竹老脸一沉，再也无法升起抵抗之心。到了这种时候，是个人都能看出陆晨的潜力已经被全数激发出来了，要是再死撑，连条活路都留不下。